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在真主和使者的面前，不要先做任何一件事，你们应当敬畏真主。真主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知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过先知的声音，不要对他高声说话，犹如你们彼此间高声说话那样，以便你们的善功变为无效，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。在使者的面前低声说话的人们，真主却以为敬畏而试验他们的心，他们将蒙赦又和重大的报酬。 在寝室后面喊叫你的人们，大半是不明理的。假若他们忍耐，直到你出去会他们，那对于他们是更好的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，你们应当弄清楚，以免你们无知的伤害他人，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。 你们应当知道，真主的使者在你们之间。假若他对于许多事情都顺从你们，你们必陷于苦难。但真主使你们热爱正信，并在你们的心中修饰他。他使你们觉得迷信、罪恶、放荡是可恶的，这等人却是遵循祷归的。这是由于真主所赐的恩惠和福泽。真主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 如果两伙信使相斗，你们应当居间调停；如果这伙压迫那伙，你们应当讨伐压迫的这伙，直到他们归顺真主的命令；如果他们归顺，你们应当秉公调停，主持公道。真主却是喜爱公道者的。信士们皆为教包，故你们应当排解教包间的纷争。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。 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，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；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，被嘲笑者或许胜过嘲笑者。你们不要互相诽谤，不要以浑名相称。信道后再以浑名相称，这称呼真恶劣，为悔罪者是不义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。 有些猜疑却是罪过，你们不要互相侦探，互相背毁。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包的肉吗？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。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众人啊，我却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，他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，以便你们互相认识。 在真主看来，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。真主却是全知的，却是撤知的。游牧人们曾说：“我们已信道了。”你说：“你们没有信道。”虽然你们可以说：“我们已归顺了。”但正信还没有入你们的心。如果你们服从真主和使者，他不减少你们的善功，一丝毫。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信士。 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，然后没有怀疑，能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人，这等人却是诚实的。你说，难道你们以你们的宗教通知真主吗？真主是知道天地间的一切的，真主是全知万物的。他们以自己信奉伊斯兰。 施惠于你，你说你们不要以你们的信奉伊斯兰施惠于我，不然，真主以引导你们与正信施惠你们。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，真主却是知道天地的幽玄的，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